under the umbrella we were child. 有点香香. Didn't have to go nowhere. Right where I needed to be. Look so beautiful to me. In the same old empty road where we danced so slow. You pull me in real close. Never let me go. 记录一下这个星期的生活。前两天就一直在忙着店铺上新发货的事情，很想拍一些东西留下来，但真的疲惫到整个人不愿意说话。一会儿准备去做一个超皮秒，我真的有半年没有做皮秒。我每次去做这种光子呀或者皮秒之前，我都有一个小癖好，我会把脸上的毛毛脱掉。脸颊这个位置小毛毛会很多，尤其是用完那个米诺地尔之后，刮完之后那个光子能更直接的打在皮肤上，而不是毛毛上。其实就是我自己一点点的想执念，没有什么科学依据，它那个光那么强。今天喷了我近期的床香组合，先卖个关子，晚一点再给大家介绍。这两天就一直都没什么胃口，吃不下什么东西。那唧唧歪歪什么呀？他们的这个肌肉要没有，少吃点吧。那天你俩吐了。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医美日穿搭，这个是一会儿要带去库房的。Yeah, yeah, 看吧。这个新店我还是第一次来，就在雍雅旁边。因为这个皮秒的话呢，它就是可以修复毛孔，但是你看你边上好多都是以前留的痘留下的那个痘坑了，痘坑就修复就得做点针，就是它的力量。这个剩下了好多大米饭我都没吃，有肉肉和菜菜的那个吃了。喝
好嘞，拜拜阿姨。嗯，北京真的秋高气爽耶，就是这种温度老能让我想到军训的时候。老师不好意思，您能把您爱人的那个微信再推我一下吗？我找不到他了，太离谱了，我的架子鼓课已经荒废了快一年了。不能吧，好像是去年夏天，然后我就老是宿醉去上课，因为我想早起，然后就强制自己那个时间点去上课。因为前两天就是搬重的东西，这个腱鞘炎又犯了，这两天好很多，所以想把我这个课继续上一下。中国摇滚乐坛需要我。 Under the umbrella we were sure didn't have to go nowhere。 又到一年月饼节，买了这个专门炖汤，它第二盒半价，用来买这个小桃子，这个糍粑汤，去火。早大家，今天我的扁桃体计划之内的全面爆发。我今天要实习每半小时喝这么一大杯水。没有胃口的第四天，能尝到这个糖。嗯，可以，一点都不腥。后来又加了一点百合进去，能尝到一丢丢苦瓜的味道，但没有很多。洗了个澡，昨天不是打皮秒吗？然后晚上回来，因为太累了，就也没敷面膜，涂了个油。今天的状态感觉还不错，但就是很干很干。先来一个虾青素安瓶。还是要折腾，同学们，这个脸一下我就开心了起来。前两天就是累到也没有时间护肤，所以就刚刚喝了一碗那个苦瓜汤，实在不知道吃什么，就吃了两个牌子。我要给你们推荐一个药，这个药是我每次扁桃体发炎的时候都会吃的。这个扁桃体爱发炎的同学推荐一下，你们有什么良药？清热解毒，利咽止痛，但是不治感冒，是不是再要喝一个什么莲花清瘟之类的？扁桃体水，
带来个感冒水。生病真的太难受了。昨天晚上实在把我难受的不行，然后吃了一粒头孢，哎呀，眼睛还有点花。原来没有觉得就是感冒会食欲不振呀，不想吃东西，但这次就尤为明显。今天早上太阳了，好像已经连续工作两周没休息。前两天本来只想约朋友出去吃吃饭，然后大家也忙，欣欣也生病了，交流了一下，那真是同时生病，病情都差不多。我昨天看说，其实煮玉米应该留一层薄薄的那个外面的这个叶子煮会比较好吃，然后这样它那个玉米须煮完之后的水还可以喝。吃早餐，阿皮威他们家。我昨天煮了一个降火汤，丝瓜，我这也有丝瓜，早起来煮了个玉米，没来得及吃就走了。你看这个紫玉米的水，哦，可以喝吗？应该是还可以喝一下吧，拿个杯子我装喝了吧。他们说就是这样，紫色，就是天然的玉米须茶，好喝的，真的吗？比外面买的好喝。真的超好喝，也超好喝。哎，真的，巨好喝，而且香香糯糯的。以后我们就自己煮玉米须，这个完全可以自己 DIY， 是吧？它这个还香一些，而且这个还富含花青素。所以它是哪个部位好吃？都好吃。要这样一起？对，把那个跟在一起。哇，好凉啊！是不是？嗯，脆脆的是什么？巧克力。哦，这个有点丑。这什么呀？不知道，我以为是一只牛吧。把我昨天剩的这碗汤干掉。这鸡翅熟了吗？熟了，都搞到20了。是你。糟糟，今天的天气太好了。我的鼻子，哎呀，我的嗓子。还是没讲好，今天打算煮个绿豆百合银耳汤。天气真的太好了，有点秋高气爽的。嗨，大家，从泉州回来之后有2-3个星期都没休息了吧，今天说什么都要放个假，不知道该穿什么，就穿了衬衫，还有开叉裤，小拖鞋，然后拿了这只2424，鼻子还是塞住，但是感觉嗓子没有之前那么难受。好，在家，我要出门了。这个车已经亏着气跑了2个礼拜，很是危险。正好这个下面有一个那个美车堂，我就把车放过来洗一下，他们还能帮我打下去。给他带了一个那个晚安粉，今年出的，他这个新包装，我还没打开看过，据说还挺漂亮。我现在在这个大润发，
就唱一首蓝色的裤，怎么这么凉快呀？过早。这点水果，现在有一个什么新的？新出的这个 Pillow Spray 还挺好闻的，刚刚闻了一个这个。彻底失声了，怎么办呀？今天早上喝那个昨天煮的银耳绿豆百合汤，这个是我酷暑特饮，谁能想到已经8月28号了还在喝这种。这又不是什么克隆技术，怎么可能跟你弄成一样。我现在已经离开医生喝了吧，今天早上的第三碗。太喜欢喝这个了。收到工厂的小姐姐给我做的月饼，不是给我送的。我准备去趟库房，是一条橡筋的西装裤的大货到，然后又有几个新款刚打好，需要我去确认一下。手感还是差很。这个密度啊，明显就会比这个高。我刚才下楼，外面超级冷，冷到我整个人头皮发麻，然后我就回来拿了一条裤子。入冬了，有一点想试一下，哎，晚上可以小酌一杯。Time my friend